起度过这个美好愉快的夜晚。首先，让我们感谢领事，感谢市领导，也感谢王徐先生的到来，为我们这场晚会增加光辉。谢谢大家，坐一个晚上辛苦了吧？很累哦。虽然我们身居这个海外，虽然我们离着我们亲爱的祖国还隔着一个大洋彼岸，但我们的心永远跟我们的祖国息息相通。今天呢，我为大家唱的第一首歌，就是为我们亲爱的祖国送去美好祝福的一首歌，名字叫《祝福中华》。世界。